等一下，都活着，都活着，哦哦哦，我跳跳，我跳跳，我跳跳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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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吧。你们俩这小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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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什么？你刚才扫到支付宝，微信用微信扫支付宝，好好笑。我以为扫支付宝，绿色的是那个。对呀、啊，你反的，难怪我反了。我这有二十五。对呀、啊。那这个叫逆歪。逆歪。这白板也是不用的，奶油了，是奶油，奶油不是啊？他把它倒在这边这样子哦。对呀、啊，都是这样，没有没有，他刚刚用的。那它是什么？回去看一遍。对，这两个混搭的。哦，这个是冰淇淋，它倒不会融，我是假的。这个是假的。那是真的。那它怎么不会融啊？它是奶泡，刚刚炸的奶泡，不是白的这个啊。他说这是冰淇淋，它在这里它不会化掉的。从外面呢，只能是那个。那个塑胶做的。哇，这个是冰淇淋，真的。我叫帅气的老板给我块给你的就看啊，你是剪辑剪辑剪辑不是是哥哥顾妻子的顾顾妻子，我今天九块就好了。哎，这不是刚那一只吗？应该是阿华这来的。好热情。他来交朋友。这个吗？这是为什么放在那个里面？它是非可处理的二维码。哦哦。微信看看。什么？你刚才扫到支付宝，微信用微信扫支付宝，好好笑。啊、我以为扫支付宝。绿色的是那个。对呀、啊。难怪我扫了。我们来，是新鲜的，好笑的哦。冰哦，这个是冰，他说手工冰。我们来吃没吃过的东西，不特别吧？支付宝大战二百元，他讲的负二十，你要付费给他二十、啊。我们讲的负二十是减二十，减二十，一起减二十。这个言辞不同。我说多少？79。啊，不走了，要打的了，要回饭店了。哦，所以要打的过去哦。过马路那边也是满满满的人呢，所以要逛逛那边过去。会啊，真闹热闹。
我住那个酒店很热闹，但是晚上回来就累了。这两个混搭的。哦，我这个是冰淇淋，他们干不会讲，我是假的，这个是假的。他们怎么会懂我？不是，就这个啊。他说这是冰淇淋，他在这里他不会化掉的。头外边的只能吃那个。张仁俊进来了。张仁俊要不要认亲啊？张仁俊，你只要赶快认亲哦。到台湾去你就不愁吃穿了，赶快叫我认亲哦。今天的早餐是住这个饭店，这一次雄狮安排这个饭店还不错。就先试拍一个呗。对，小杨，你买的怎么都没看你在带？要坐里面吃就进去啊，不然就
你要桶子吗？是一个圆环，这些车就是绕着它走。别掉了。一个凉粉，那个就是一个霸王凉皮，一个凉粉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一下会先回去一趟，在那个。可是小杨说饭店冰箱没有很冰哎，要吃再下来买啦，这么近，就对面而已。怕回来，今天回来很晚。是哦，昨天没注意看他开到几点。先看看，他们已经在看了，我知道他们在看了。我晃晃而已，我又吃不下。不愿不是买买买，小孩才做选择，全买。30啊，部位我到三部位。因为是我们每次做的是这个事儿。对呀、啊，他来，他从今天到。你知道他有带我们吗？没带我们吧？有啊。他带我去五三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有车。带他五三六了。哦，这个好不好？好。哎，里面很精致啊。啥是沙茶旅拍啊？这是摸骨头吧？谁的最大？还好啊。一样大，罐子都一样的啊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买的，我只能在这里晃晃晃晃晃。啊，我晃一圈好了。葡萄。对，我们有。
我们去那个手家不是吃很多吗？吃的，你过来吃啊！